每周一三五看笔电 YouTube。嘿，大家好，我是干笔电。今天我们要玩的游戏叫做 Barry's Prison Run， 贝瑞的监狱逃脱。而且我今天要尝试一次通关它的困难模式，我从来没有玩过这游戏。看来这游戏是个跑酷兼故事游戏，我们要逃离这个胖警察贝瑞的监狱。OK，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哦，已经有个培根头女生在里面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逃脱的警察贝瑞。Bro， 他可以买大一点的衣服吗？哦，培根头还突然过来，他可以买大一点的衣服吗？他的衣服都已经穿不下了，他肚脐都露出来了，好恶心哦！我们来开始吧。所以他这边可以选择模式，你们也知道有感笔电，有订阅有感笔电的观众都是 pro gamer 好吗？这样帮这影片按下个喜欢的话，你们肯定也都可以选择困难模式。我来选择困难模式 ，Let's go，OK、okay。哇，我看到已经有人在上面逃狱了，为什么我的警察都没有看到了 ？OK， 培根头，我看我跟培根头可以先逃出去，看来从箭头这边走，对不对？Oh my god， 谁放屁啊？不会是这个胖警察贝瑞吧？不，培根头下超越我了啊！结果 ，OK， 看起来我们从这边出去按下吗 ？Bro， 这也太简单了，可以直接打开这个通风管，它都没有锁，继续冲刺。OK OK， 把这开起来，欸、这要点比较多下一点才能够把它撞开。这游戏其实比我想象中做的还不错，我原本觉得这种游戏应该蛮fun的，然后有个培根头掉下去。OK， 我想我以我跑酷的技术来说，玩这种游戏是杀鸡焉用牛刀吧，对不对？你看，果然轻松过快了。左下角还显示我目前用的时间呢。OK OK， 然后这边的话看起来你要按这个按钮，对不对 ？What？ Oh my god， 这边看起来好难。我按下去这按钮之后，这个铁盖就轮流启动跟消失了。OK， 我来尝试看看，这是我第一次尝试。我们死掉的话就会碰到下面的尖刺。OK， 我准备好了。Yeah， yeah， 啊 ！Oh my god！ OK OK， 弯道 ，Bro， 一次成功 ，Let's go！ Oh my god， 我好 Pro。刚那边其实真的有点难度，我喜欢有点难度的游戏，我不喜欢太简单。我不小心按到商店，我刚好按到一就按到商店了，我才不需要商店任何东西，什么速度线圈不需要，我要一次通过。Bro， 我怎么会挂掉？而且我还好，它有一个储存点，所以我现在不需要全部重来。我真的不知道我刚刚怎么挂的。OK， 这边其实蛮简单的。OK， 我觉得我刚刚头是有点被卡住了，然后就稍微慢了一下。给我们从这边下去，看起来我现在逃到这个监狱牢房外面。OK， 这个警察在那里。Oh my god， 他是不是看到我？不知道看到我。哦，没有，他只是想放屁而已。OK， 哇、哦，我从这么远都可以闻到那个臭味，这是我为什么要逃出去好吗？我原本想好好待在这边反省我犯下的罪过，就是我没有帮助，我没按一个喜欢，但是因为他的屁实在太臭了，所以我要逃出去。OK，bro， 不要突然间再过来好不好？我们等到他转到另外一边，拜托不要再放屁了。OK， 他没有再放，很好。哦，完了，他看到我了，为什么 ？Bro， 我该怎么办？Oh no！ 他不是转过去了吗 ？OK， 我们再试一次。我们是不是等到完全背对，然后我们走上面那个箭头，对不对？就走左边。OK， 他上完，哇、哦，发现我了，所以我们就要赶快走吗？赶快往到上面 ，Come on！ 我赶快到上面。OK， 我们要按照这箭头方向走，然后跑到这里来。他可以过来这里吗？他过不来这里，因为他太胖了。他这样就拿我没办法，他就放弃了，他完全躺平放弃了。哦，然后继续放他的屁。OK， 哇，他想说如果抓不了我就臭死我。OK， 我们现在就经过这个雷射 ，easy peasy 跳过去。OK， 这个对我来说非常简单。biu， 然后这边就不会被碰到，对不对 ？OK， 我要怎么开启 ？Oh no， 看起来这个门是锁起来的，因为我需要先按下面这个按钮。然后这边才会经过这个线路把这个东西开起来，所以我现在还能下去一次。他只摸他的屁股，再摸他的头，有点恶心。他等一下转到那边去，我应该可以下来。然后往史上最快速度，就是现在啊！快！按了 ！Come on！ 啊！他怎么速度这么快 ！Come on！ 哦！我逃过了 ！Come on！ OK！ 我搬到了 ！Oh my god！ 刚刚有够接近的。所以我现在开启那个门，我应该就可以过去了。OK， 我们现在可以出去了。然后我们现在下去，这看起来是一个厕所。这厕所对监狱而言感觉蛮干净的。我们是要一个一个门检查。这个间的马桶已经有人挖好一个隧道给我了，所以我可以直接从这边马桶挖下去，
然后我们要来挖隧道逃狱吗 ？Bro， 这游戏比我想象中做的酷蛮多的。这边又是一个跑酷，不过感觉没有特别难。下面就是岩浆，接下来这个桥哦，这桥会有熔岩往上，就是等一下熔岩消失吗 ？OK， 然后这时候我们跳。哦，我的 ，Bro， 为什么那个桥会这样？哦，因为你看那边的桥有个碎。缝隙完了，我不知道那叫什么 crack 吗？那个桥那边有个裂痕，终于想到正确的词汇了。这就是当你看太多英文影片，然后不说中文，你就讲不出正确。Bro， OK，Bro， 还好刚刚及时跳回来，我要等到这岩浆教授才能过去。OK， 过去。Oh my god， 刚刚几乎在最后一刻岩浆跑出来。这监狱下面好酷、哦，怎么搞像什么金字塔的古墓一样？还有这个骷髅头在这里，我们这边要跳过去，然后不要被针刺到。OK， 算得不错，这边一样。然后这边呢？这边我刚刚是听到一个球吗 ？What the？ 这边一个岩浆球，我们应该是要等到岩浆球过去的时候，然后击。现在应该就可以走了。哦，不行啊！救命！OK， 现在走，那我们赶快走到这左边这边个小小的空隙，可以让我躲一下。等球过去之后，我再走到另外一个空隙。Come on， 我们忍者跑 ，Bro， 差一点点，但是算还蛮刚好的耶。我确定是要往这路线走吗？我先等这球过去。我确定我没有碰到好吗？这绝对是ping的问题。网路延迟的问题，因为我也怕太慢出去，你知道吗？但太快出去又有网路问题，会让我死掉。你看，我重播一次，重播慢动作，重播一次，我327%没有碰到。这游戏的 hitbox 做的不够好，没关系，我就容忍它，我就慢一步出去，好不好 ？OK， 一定要慢一步出去，然后也不能太慢。OK， 我们进来了，然后这边应该就是出口了。Let's go， 垃圾岩浆球，终于可以逃脱垃圾监狱。OK，Oh my god， 前面为什么有个胖警察了 ？Oh my god， 他还喜欢放屁。哦，我又闻到那个臭味了。嗯，是没有订阅观众的臭味，还是那个警卫的臭味？我不知道。拜托按下个订阅吧，然后油甘比连达到70万订阅。所以看起来这边有非常多的陷阱，然后我不要碰到它，我要往哪里走？OK， 我先走过来这里 ，Come on， 我要是被追到了、啊、，Come on， 走吧，按下这个吗？我们要按三下，不，我被抓到了，我们要等他走最远的时候，我赶快过去，而且我们要按三下、欸，哎 ，Come on， 哦，我按三下了，快，不要被追到，走哪里？啊，我踩破陷阱 ，Come on，No， 差一点点。啊！我刚刚按三下是把门开起来，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应该不用再过去那边按三下了。拜托不要追到我 ！Come on， 我现在应该可以直接过去了。跳过来，他是不是跳不过来了 ？OK，Oh my god， 完了！上面还会有球把你杀掉。我懂了 ，Let's go， 我就一直过去。Come on， 不要杀了我，不要，拜托不要啊 ！OK， 过来跳。然后我看我应该站在这里，对不对？因为那个球会滚下来，所以我站在外面。哦，果然是这样子。Bro， 我为什么被熔岩球碰到不会死掉？它是油脂太多，肚子油太多吗 ？OK， 我们再等下一波球下来的时候，我就上去。OK， 跳过来。Come on， 我过来了，这样应该安全了吧 ？OK， 这样安全了。Oh my god， 终于逃脱了。重生是什么？这个按钮按下去是怎样？哦，我懂了，这是一个电梯。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电梯拉下这个拉杆，然后我们就可以下去了。哦，上去，上面是另外一层楼，咖啡厅跟保安训练。我要走哪里？而且这边有个监视器，所以我是不是不能走那里啊？我们走咖啡厅看看好。哦，看起来我们如果要去咖啡厅的话，我们需要一个卡片，所以我们只能去保安训练这里。那我就稍微绕过一下监视器好了，我就靠墙走，看这样有没有用。这个、按钮是什么？哦 ，bro， 哇！我刚喝了一个饮料，然后我现在速度变超快的。我刚才被这个陪个老女生吓到，现在看起来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跑酷 ，Speed Run 4类型的跑酷。我之前2018年有拍过了一部游戏影片，然后这边是不能碰到这些雷射嘛。我这游戏真的比我想象中做的还要好，我应该可以一次过关。
Let's go. Oh my god, 这边有更多雷射，这是我看过史上最恐怖的管理员的房间，太多雷射了吧。然后我们从这个梯子爬上去。Oh my god， 看起来我们刚喝完的那个速度饮料已经耗光了，所以现在打嗝，然后速度变回正常的样子。我再爬上去看看有什么，我们可以找到钥匙吗？储藏室有没有钥匙？这边有个梯子， OK， 我先把这梯子拿过来。这边有监视器，监视器真的完全没看不到我吗？你看监视器就在那里。Hello， 哎，欢迎来到有个比的频道，我在直播越狱，直播给那个保全看好吗 ？OK， 我们现在把这梯子放到这里，这样我就可以按上面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再爬到上面的梯子 ，Let's go。然后下来这里，这边我不知道是哪里，但是看起来有个风会有阻力，对不对？所以会让我走的比较慢一点。OK， 我要赶快走，这样你要跳起来。OK，OK，Come on。哈，恐怖！半路绕过去 ，OK， 我绊到 ，Oh my god， 我绊到了。上面的叮叮叮是什么声音？是球掉到铁的上面的声音。我就直接先过去看看。哦，啊 ！OK， 我们就先不要管球哦，我们就直接过去，先不要管球。看起来我们还是要管球 ，Bro。但是这个球好像是有点不规则的掉下去，我好像只能把命运交给上帝，直接过去，大胆的过去。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避开那个球，可能要走到那个关键位置的时候，要等到那个球先下来。这边的时候，哦，就是这里，刚那里 ，OK。然后现在球掉下来，我可以走了，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 ，Come on， I'm wrong。啊，困难模式真的好难哦。我先躲到这里一下，看起来球是会掉到这里，所以我走左边就安全。然后我在这边爬上来。OK， 我们赶快爬进去 ，Let's go， 终于安全了。关闭架子，应该就是关闭了通风管的东西。这个，我们把这个关掉。OK， 我把这个气的东西关掉了。然后这边有些地雷，不要被踩到。但是这两个还是开着的，那我直接走走看了，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直接走过去喽。看起来是不能碰到那个气体，那可能是那个贝瑞守卫的屁，然后他把它做成一个毒气放到那边，所以我们不能碰到它。哦，我懂了，我们三个这个气体的东西都要把它关掉，所以你看下面有一个，然后左边又有一个，所以我们三个都要关掉。我这边先把这个关掉，然后我们再经过这个跑酷过去，不要碰到下面的地雷。 OK， 然后我们再关掉另外一个，OK， 然后你看，我们刚刚把那个两个开关都关掉之后，现在就没有任何毒气了。这培根岛女生也过来这里了 ，Hello， 可以把她推下去吗？嘿嘿嘿，拜拜。不要学我，我必须得这么做好吗？这种实在太诱惑人了。他就站在那个角落，我不得不把他推下去。OK， 现在我们可以直接过去这里了，不要碰到那些地雷。Oh my god， 我觉得钢类是最好玩的地方了，可以让我再推多点人吗？然后现在进到这个通风关里面，有个更大的通风口，没有再怕的，直接走，跳起来，跳起来，再跳起来。然后这边应该也是一样，跳，接下来我们可以从这梯子上面爬。Oh my god！ 结果这边是很多雷射，我看看呢，我试试看。Yeah， I believe I can fly. 所以这边是一个低重力的概念，等时机。我过来了，我过来了 ，Let's go！ 绊到了。OK， 然后我们从这通风管下去看看。看起来我现在来到监狱的一个新的区域了，我应该离出口很接近，但那边前面有个胖厨师，这监狱里面的人都这么胖吗？而且都喜欢露出他们的肚脐来。哦 ，bro， 拜托没有看到我，我是树，我是一棵树。哦，我们现在已经在咖啡厅的区域了，所以你看，我们刚走左边到保安训练，现在是右边咖啡厅的部分。我看一下我的路线要怎么走，食物左卡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应该是一个枪。我们等这个厨师走到右边去，我就到左边去拿枪好了，因为我觉得枪应该是很重要的概念。OK， 我要到左边了 ，Let's go， 厨师看到我了。拿起菜单，应该就是拿起那个食物左卡，对不对？是吗？哦 ，Come on， 我被射了，这是什么绿色粘液？好恶心。OK， 我们拿起这枪，我明明就射他了 ，Come on， 不然他把我还可以减速我。Come on， 我们把他杀了。Bro， 他平底锅好痛，所以看起来我们这边要把这厨师给杀了。哎，这次我直接有枪了。
Let's go， 他的血量在慢慢减少中，他卡在桌子那边了。Let's go， 他被桌子卡住了，因为他太胖了。OK， 我们就先让他继续卡在那里好了。Let's go， 我们在趁的时候远距离把他杀掉。他剩最后一点点血了。Let's go， 我带着这把枪离开了。我们从这出口出去，这边看起来是个溜溜滑梯耶。喂 ，Let's go， 哇！跳过头了，看起来我们在结尾那边要跳起来，不然会弹下去。OK OK OK， 哦、oh, bro， 哦、oh, bro， 我被弹到监狱外面了，这是什么东西？再一次，这有什么技巧可以停下来吗？跳，哦哦，这次我办到了 ，Let's go。OK OK OK， 我一定要逃出这个垃圾监狱。是出口吗？他写退出，应该是 exit。哦，这是一个新的区域。我们就直接往上传送看看。No！ 啊！我不知道上面有雷射，看起来第一人称在这部分会比较好用，我觉得。我现在换成第一人称看看。OK。OK。OK OK OK， 不要碰到，不要碰到啊 ！OK OK， 没事没事没事。OK OK， OK， 最后一关了 ，Com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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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Let's go， 我办到了！哈哈。使用金属计划取得 Across， 我猜我们现在要出去哦，我们现在这边就是出口了，但我们先需要一个钥匙卡，看起来我需要先走到这个上面，是不是在这边取得您的计划？计划是什么？哦，铁板，所以我们要靠这个铁板造桥过去到对面这里。 OK OK OK， 我懂了，我们需要再一个铁板。 Let's go， 我们再拿一个，所以我就可以，哦，这边有雷射，小心，但我应该可以直接跳过去。 OK， 我们还需要一个，我们需要三个，最后一个铁板 ，Let's go！ 哦，好重，然后这边我们造好这个桥，OK OK， 我过来了 ，Let's go！ 可以给我钥匙卡了吗 ？Oh my god！ 这边有最后大 boss 吗？刚刚的贝瑞胖警察现在有机甲机器人了 ，OK， 我们把他杀掉。我们要打哪里会血扣比较多？他看起来有在扣一点血了。哦 ，Bro， 我可以跳过去子弹吗？怎么办？我挂了，这边感觉好难哦。OK， 还可以再重来，但他血量位全部恢复，他感觉好猛哦。然后困难模式感觉特别难。他妈，我应该先把他一个机枪打掉，对不对？这样他就没有办法一直攻击我。你看，我被他射到一次，我就只剩一半的血，右上角。我先把他一个机枪打掉。Oh my god！ 我剩一滴滴血了，挂了。再一次先把他一个机枪打掉。Come on， 可以跳起来，跳起来。他右边一个机枪快坏掉了。Come on， 他是右边一个机枪。Come on， 可以把他一个机枪打掉。左边的机枪也是，把他打掉。Come on， come on， come on。OK， 没有，他没有射到我。然后持续跟他绕圈圈走。Yes， let's go， let's go， 我把他杀了。哇！机器人毁了 ！Oh my god！ 你看我右上角，我只剩一滴滴血，但是我成功办到了。为什么？因为我订阅了油甘笔电，跟帮这部影片按下个喜欢。Let's go！ 现在这个门正式开起来了，我们还要得到一个游泳的车子，我可以直接开车离开这鬼地方了吗 ？Oh my god！Let's go！ Let's go！ 我终于自由了啊！你们是不关不住油甘笔电的，这为什么我之前迟到发片被那胖子关起来了？现在我永远可以准时发片了。Oh what？ 车子没油吗？接下来我们要走路了，我们看起来要爬到这个山的上面。OK， 我们爬爬看。现在又有一个跑酷的部分，这边都非常的 easy， 我们再从这边上去。上面不知道会有谁，我看看。哦，是直升机 ，Let's go！ 我还以为还有一个 boss。OK， 我们可以逃离了吧 ？Let's go！ 哦，你看右下角获得了第一名，而且是困难模式 in 困难模式达成了，我终于自由了！哎，自由了就成为这边的警察了。OK， 各位，那我看是差不多今天这部影片了。贝瑞的监狱逃脱，我们成功挑战逃脱了困难模式。喜欢这部影片的话，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帮这部影片按一个喜欢吧，然后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那每周一、三、五看笔电 YouTube， 我是干笔电，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